這隻CD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我是在差不多成十多年前在我住的城市的Oxford裏面就見到，因為好奇為什麼有中文的封貼的cover，然後才發覺原來是一張原唱OST的original soundtrack， 是台灣一套電影，然後不理買了下來，回家再看清原來有梁朝偉做的，後來才多年之後才知道原來這隻碟即是唱片是所謂發燒級數的唱片來的。